老师边听边点头，表示洪轩所说属实，心中却在犯嘀咕，心想没招策龙的闺女啊。却听红轩道：“然后我们就说到了蒙古八旗，说到了在京的蒙古侍卫，然后便说到了该怎么才能更好的让蒙古人不生二心。”康熙冷冷道：“招人家小姑娘进京。” 就能让人家不生二心了，什么逻辑？恒轩笑道：“皇妈法可不能小看女人的力量。要让蒙古人对大清有归属感，不能光从男的方面下手。女的在家生儿育女，对小一辈的影响也大着呢。咱们每年都会从漠南蒙古中选几个男丁，让他们进京当侍卫，为什么就不能选几个小姑娘？” 让他们在宫中学些礼仪呢。虽然咱们宗室闺女叫往蒙古的人也不少，但毕竟不可能让每个蒙古王宫人人都娶一个宗室女吧？尤其是漠西和漠北蒙古，那么咱们为什么不试试教化蒙古小姑娘呢？老师此时还不知道该怎么说话，就是傻子了。于是忙接话道：“是啊，皇阿玛。” 当时和红轩随口议了议，回头就给忘了。这两天才想起来，觉得可以试一试。本来想多招些漠北和漠南蒙古的小格格的，但是又怕漠南蒙古不满，所以还是漠南蒙古的多些。暗暗松了口气的老实，对红轩的极致暗暗表扬了一番，又道：“但这话怎么可能明明白白的说出来？只能含糊了，倒让皇阿玛操心了。” 而且这事吧，儿子也觉得有些不大好意思开口。堂堂大清天子竟然打女人的主意，哎，儿子觉得有些丢人。康熙是什么人？如果老师一上来就口齿伶俐的这么说来，他倒是会信。如今摆明了是洪轩临时帮老师想的主意，康熙有些后悔，该让洪轩先退下的。 那你媳妇为什么要这么干呢？啊！如今整个京城都知道齐木格干了什么，但老师却是真的不知道，因为所有人都认为他肯定知道，所以反而没有人给他汇报。因此，老师还以为齐木格今天大概对命妇发火发的稍微大了些，让康熙觉得不妥，于是便想当然的笑道：“皇阿玛。” 齐木格就是个直性子，没坏心眼的。康熙阴森的冷笑了两声，道：“哼，没坏心眼，朕看他摆明了就是要整个内城都鸡飞狗跳。”听得康熙如此说，老石不大在乎，道：“不就是训了几个命妇吗？齐木格是皇后，就算话说的过了些。”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皇阿玛又何必给那些命妇抱不平？说完，老师还嘀咕了一句：“秦母格可是你嫡亲的儿媳妇、啊。”康熙气得鼻子都要生烟了。你不明是非，还要朕也跟着不明是非？恒轩一见，觉得大概自己老爹是真的不知情，十之八九是自己额娘说着说着超常发挥了。 于是，红轩急忙道：“王茂法，皇额娘如此行事，其实真的让人挑不出理来。他哪句话是无理取闹了？”康熙指着红轩道：“红轩，你是你额娘的儿子，但你更是大清的太子。”红轩忙道：“是，孙儿从没有忘过我是太子，所以我才认为皇额娘做的没错。”见康熙要发飙。 洪轩急忙道：“咱们不可能将潜移默化的希望只寄望于这十六个小格格身上吧？等这些人又嫁回蒙古后，蒙古王宫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人家肯定会想着应对了。这十六个小格格没准炮都不冒一个，就给打入另册了。尤其是漠北和漠西蒙古，但咱们也不可能一次就下旨招四五十个进京啊，这不合常理呀、啊。所以。” 咱们只能让蒙古人主动求着咱们接受他们的闺女，而皇额娘如此做，蒙古人就会相信皇额娘要大力扶持蒙古。他们以为机会来了，见自家闺女不在这十六人的名册上，就一定会屁颠屁颠的四处找关系，到处给人塞银子，求咱们准许他们将自家的闺女送进京来，在亲戚家暂住着，以求有机会得见天眼。 康熙疑惑的看着红轩道：“你皇额娘的说辞是你给准备的？”红轩郑重的点点头道：“是、啊，不过皇额娘说着说着也没有全按草稿来，有些话说的略微不是那么妥当。”老十按耐住心中的疑惑，强迫自己不去看红轩，努力维持着脸上的笑容。齐木格到底干什么了？ 康熙琢磨了一会儿，道：“朕不管你们起初是想干嘛，但是既然如此给朕解释了，那么就得按这解释来办，否则朕绝饶不了你们。红轩，你别以为你跑得掉，朕到时连你一起罚。”等老石和红轩走后。 康熙陷入了沉思，肯定有什么是自己不知道的。想了想，随命人起驾去御花园。康熙想会会他这个儿媳妇。而老十从洪轩口中得知齐木格如此的超常发挥后，心中很不是滋味。齐木格都有长进了，自己竟然要靠洪轩来解围，太丢人了。 洪轩则在追问真正的缘由：“皇阿玛、啊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？九伯去处理去了。”老师怔了怔：“你九伯没去查案？”洪轩摇摇头道：“皇阿玛、啊，你不知道。”老师想了想道：“你去御花园找你皇额娘，朕寻你九伯去。”早朝上，九阿哥都还在呢。 这说明九阿哥没病没灾。想起九阿哥说今天要去找姨太妃身边的老人，老十猜测，大概九阿哥发现了什么猫腻，一时给接受不了，找地方躲起来了。老十思及此，也有些很不淡定。自己只是猜测，而如今猜测马上就要被证实了。于是老十还没有回到养心殿，便差人去寻九阿哥了。 而九阿哥此时正在内务府查档案。九阿哥上午就去见了怡太妃，先和怡太妃轻言细语的话着家常。额娘、啊，四哥哥大婚那日，你能请旨出宫不？怡太妃嗔怪的瞪了九阿哥一眼，怕是不行。胤堂，不是我说你，你怎么挑了这么个女婿？哎，那么多好的你不选。 姨太妃还是耿耿于怀。九阿哥笑道：“不就是出身低了点吗？嘿嘿，儿子不是给你说过吗？四格格大婚后，皇上就会将父亲外放到天津去，有皇上栽培，他想不出息都难。”姨太妃微微点点头道：“这安排倒是不错，皇上真是费心了。”九阿哥笑道。 皇上对儿子那可、个、真是没得说。姨太妃点点头，表示认可。那你就好好给皇上办差。家产大半都捐了出去，给子孙们也挣到了长久的富贵，你就别一心在琢磨着怎么赚钱了。九阿哥点头道：“儿子知道。”姨太妃顿了顿，又道。 顾格格的婚事，你也多上上心；红相那儿，你也多提点些。九阿哥一一应了，等一太妃没什么交代的了，方道：“额娘，儿子想见见你宫里的老人。”一太妃扬扬眉，看着九阿哥，九阿哥笑着解释了一下原因。一太妃强笑了一下，问道：“是你自己主动提的，还是皇上吩咐的？” 九阿哥笑道：“哼，皇上那么忙，哪想得起这些？”姨太妃想了想道：“现在就见。”九阿哥点点头，姨太妃便吩咐身边的老嬷嬷去传人。九阿哥见了两个老太监和一个老宫女，但也没问出什么来。他们和那姓王的奴才都没有太多的接触。 九阿哥在姨太妃确认了没什么遗漏的人员后，很是黯然地摇摇头。姨太妃见状，有点遗憾道：“看样子额娘是帮不了你了。”九阿哥甩甩头道：“无事，儿子再想想其他法子。”说完便起身告辞，走到一半，突然想起还是该再游说一下自己的额娘。 在四丫头大婚那天，请旨出宫的，便猛地转身回头，却发现自己额娘给吓了一大跳。九阿哥不由啧舌：“是儿子莽撞了。”在得到姨太妃的保证，说一定适时给康熙请假后，九阿哥方满意而去。不过还没有出宫，九阿哥就想起他额娘身边的老嬷嬷也是老人啊，怎么能忘了呢？ 九阿哥放慢了脚步，联想起自己额娘被吓得那有些夸张的一大跳，心中浮起一个不好的念头，但旋即就摇了摇头，不敢再顺着那条思路想下去。不想却碰到了同样神色很奇怪的十四。十四刚见了德太妃，保证自己会想法子向老十求情。 并说：“老十已经准了，准三个侄儿们先迁到他府里去。”娘俩一阵唏嘘后，德太妃便叫十四去佟家走动走动。十四自然告诉德太妃：“佟家肯定是能躲就躲。”不想德太妃却冷冷道：“他们家想躲，可没那么容易。你尽管去找就是。”十四不知道自己额娘为什么这么笃定。 只好印下。十四觉得很奇怪，自己额娘当初可是佟皇后身边的宫女，对于佟家的秉性会不知道？为什么那么笃定佟家会淌这趟浑水？难道他拿捏住了佟家的什么把柄？但是佟皇后早就逝世了，佟太贵妃和自己额娘走动的又不多，能有什么把柄让佟家忌惮？ 而且童家和老十又没什么交情，也只能陪着自己去乾清宫找门路。难道多一个童家求情，皇阿玛就会施以援手？十四只觉得心烦意乱，不想在宫门口遇到了同样眉头不展的九阿哥。两兄弟胡乱相互道了声好，就分手了。两人都觉得有些心烦意乱，便都没有去上班。 骑着马在街上漫无目的地,地慢慢晃悠着，想理出个头绪来，结果头绪还没理出来，就得到了消息：齐木格冠冕堂皇地挑动在京蒙古女子抢班夺权。再一联想到老十突然下诏，召集十六个蒙古小格格进京，九阿哥和十四都惊得出了一身冷汗。老十为什么要扶持蒙古人在京的势力？ 思索片刻，九阿哥索性跑到内务府查档案去了。不想刚到没一会儿，十四也来了，两兄弟只能相视苦笑，想问却都不敢问，只好讪讪的各自默默低头翻册子。而弘历此时也很郁闷，下午上午学课的时候，他没有看到洪峰。 一问，才知道洪峰早就请假出宫了。洪丽觉得洪峰太不仗义了，请假出宫怎么能不叫自己呢？但是洪丽还是等放学后才拉着雅朗出宫。不过，就算三哥给我说了，我也不会请假的。这可是武学课，不能耽搁。这下轮到雅朗郁闷了，我不喜欢上武学课。 雅朗骑射功夫都垫底，很伤自尊，所以对武学课有着很强的抵触情绪。两人一路唧唧歪歪的到了十二阿哥府，发现十二福晋娘家的亲戚也在，倒也没有生疑，径直给十二福晋请了安。弘历郑重的给十二福晋道了谢，奉上齐木格早早就准备好的谢礼，然后便打算拉着雅朗告辞了。 而十二福晋却留着他们吃点心，红丽不好推脱，便姑且按耐性子坐了下来。一顿点心吃完，几个孩子相处的倒也算融洽。出到府来，雅朗对红丽道：“富查家的小姑娘，瞧着可真聪明。”红丽笑道：“可她年纪比你小，你想早点成婚，选她怕是不成。” 雅朗红着脸道：“你胡说什么呢？”红着脸的雅朗又悄悄地凑到红历耳边：“你身边有通方丫头没？”红历摇头道：“王额娘说了，再不济也得等我们满十六岁才能进女色，说太早了不利子嗣。”雅朗愣了一会儿：“那我是不是就不能早结婚了？” 姚朗不在意结婚早晚，他在意的是能不能给自己老爹早生几个儿子，完成任务后就能不再被圈着养了。亨丽想了想道：“那富察家的小姑娘倒还合适。”姚朗则诡秘地笑道：“希塔拉家的小姑娘，你打算怎么安置啊？”亨丽翻了个白眼道：“胡说八道什么呀？” 策马狂奔了起来，雅朗瘪瘪嘴道：“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呀？真是的。”张家口，九阿哥的三女婿纳兰永福见一队车马缓缓驶来，对身边的一蒙古装束的男子道：“王爷，应该是色布腾望郡王和大哥哥的车驾到了。” 站在永福身边的正是九阿哥的二女婿，巴林博尔济吉特氏郡王坎布。坎布身边还有一旗装女子，正是九阿哥的二闺女。坎布抖一抖缰绳道：“咱们迎上去吧。”不想，车队中却没有厄鲁特绰洛斯氏郡王瑟普愣旺布，只有大格格。厄鲁特王府的属官说。 色布特旺布身体有恙，无法前来。堪布抿了抿嘴，没作声。永福等大格格和二格格抹完泪后，方道：“大格格，车驾得留在张家口。”永福话还没有说完，厄鲁特王府的属官就发出了异议。堪布没好气道：“你将车驾大摇大摆的开进京去，打乱了皇上的计划。” 坎布宰了你。坎布是郡王，说话不客气是应该的，但永福却不行呢，只好笑着给大哥哥解释：皇上要给岳父大人一个惊喜，所以命我只能在四哥哥大婚前一日才能将大家引到府里去呢。车驾太显眼了，这一路走来，没准会有口风传到岳父耳朵里。